我们在这个市场一年到头也淘了不少好物件啊，算是收了一个圆满的收尾。希望大家年后啊，能够继续多多来支持，多多来捡漏。这两个喽。这老板还有一个地摊啊，一摊一店，有个小铅球，小铅球瓶，是完整的吧？啊，这个铅球瓶底下也是一个小康的寄托款，康熙年度的寄托款，挺漂亮的，完整的，就是全品的。这种比那种冰梅罐肯定入分要高很多啊。身上有点小摇梳啊，其实问题不大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些小瑕疵，哎，买这么多了，让一个，无所谓了。这个我。你就这个价钱，国外能买的哪一品？小尺寸，这是不退款的，加200可以了。这个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碗，看到没有？这底下是一个这种花卉款，这东西是一个中期的啊，道光的一个这种寿字纹的一个小茶碗，还是很开门的啊，很开门，很漂亮的，口沿上有点零星的抱幼，其他没毛病。这个它是要4000多，这个很漂亮的，很难得，是吧？看一下。这么贵啊，这寿子是中期的寿桃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中期的都靠那个了，中几千了。然后我看看老板能不能让一个给我。这一眼的包邮那不叫毛病，兄弟，这个哎呀，我给你拿这两个吧，你远一点，拿这两个，再拿两个，都是青花的，今天都是淘青花的。我觉得这个碗还是不错，挺漂亮的。不过老板要点高啊，老板最低都要3000大几，喜欢吗？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上面是蝙蝠云浮纹，下面是一排寿字纹，下面是海水纹啊，山水海江水海牙纹啊，中间是一个这种倒光的，这种是倒光的一个这种碗，很漂亮。拿这个不，都挑着上比较漂亮的东西嘛。这老板死活不肯还价呀，说好久好久，说他本钱就高，买来就贵，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的啊？有喜欢的，你们倒是一定要支持我，这个要给我价格，因为市场上好东西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便宜，有人甚至认为几百、1000，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一开始跟我说4000多，后来说3000大几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品质确实在市场上面应该，别说今天了，就是我们平时啊，在家里面，平时在这个市场上面都不多，都很少，没办法啊。店主随他们经常会到一些货，这个东西还算是里面小精品这一类的啊。6就不开播了，因为这周六是除夕啊，我就等到初几啊，初三吧，就是下周二，因为我每周26开播，大家记住啊，每周26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开播，大家可以留言来参与啊，到时我来到下周二的时候给你们放肉啊。过年我们那一场就不播了。